在张贴抗病结果的时候，发现一台白色轿车的停在旁边的时候，那驾驶对系安全带，然后经请他摇窗下来之后，发现神志有异，然后所以请他靠边，然后在车上发现一只吸打过的那个施打过的那个安非他命的注射针，然后他根据药检的数值，他才刚刚施打完毕。非常后悔做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后悔啊？有没有话？有没有话想要对？据你说，没办法对你的粉丝说一些话，因为已经是第二次涉毒了。